大家也是知道洗浴城是什么地方，因为要洗浴的缘故，大家都是衣着暴露，在女更衣室里更是春光大片。不料这一天却进了这么一个人，一位美女来到洗浴城，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，但最后却闹出了大事。这位美女在进入洗浴城之后，直接走进去女更衣室，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，但是这个女子东看看西看看，还故意和其他女子发生身体上的接触，大家开注意这个奇奇怪怪的女子，但是毕竟人家是个女的，虽然表面上奇怪了些，最后大家也是不再理会她，去洗浴的洗浴，去按摩的按摩，大家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。这个女子竟然打开了别人的衣柜，拿起别人的衣服开始闻了起来，并把它装入了自己的包里。无奈这个时候有人进来发现了她，